大家好，我是功夫者平台的行拳教练啊。讲肩肘手，上期讲，这期讲什么？胯膝足啊。胯呀，一定要别胯啊。好多人站三体式吧，站成什么了哈、啊？站成什么？站成这样了。这一挺胯呀，你的身体整个就岔开了，它就僵了，它就没有束。拳呢，一定要有束展，有束才有展。你这站上的这个时候是需要是束蓄力的时候，束劲的时候，你展开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呢，你就没有什么外山河了，你也没有什么蓄力了，没有束展而且迷茫了，对吧？好，所以说这个地方要束，这胯要叠，胯一叠了，哦，屁股撅起来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把这屁股一兜，哎。这个地方，胯往里走，屁股往下兜，胯往里走，其实在你的这个位置，它就形成了一个太极图，啊，它那个太极阴阳圆啊，其实它都是有科学道理的。然后呢，经常这么练，然后这个地方，它才会通过丹田的翻转，它才会翻起来这个劲，这个其实跟翻浪劲有关。啊，但是这个翻浪劲的根就在这儿出，哎，所以只能简单的讲一下啊，讲一下这个胯这个地方，就记住一个原则，不要挺，要叠，叠完了以后再一兜，它就稍微挺了一点，所以说它俩就差到这儿了，这个下身是结实啊。好，胯讲到这儿。